人类的视觉来说，没有光就没有一切。光不仅满足人的视觉需求，更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因素。就算是平凡的空间，经过良好的光环境规划，也能大幅提升空间质感。优质的灯光设计能抵过百万装潢，更对使用者的健康及情绪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多数人每天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办公室工作，对办公空间的灯光质量要求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认为办公室和工厂的照明除了节能与明亮之外，更重要的讲究整体空间光线的均匀与舒适。现代人越来越讲究美感，很多场所如百货公司或是餐厅，选用高级家具或是装潢建材，都是数十万或是上百万的投资。相较之下，办公室装潢就无法太复杂。我们采用液晶面板的背光技术，开发大发光面积、光线更均匀柔和的照明，让客户用相对简单的光环境设计与调整，来营造有质感的照明空间。位于竹北的这家照明公司，从1997年成立开始就专注于 LED 应用领域，如今已经是台湾前三大背光模组供应商，更以专业背景跨足照明领域，开发低频闪、低发光热源、无蓝光危害的超薄型平板灯，取得台湾 CNS 节能标章和欧盟 CE、 德国 GS 等多国安规认证，更连续三年获得台湾金品奖肯定，以纯正的 MIT 制造打造值得信赖的照明品牌。近年来，台湾产业外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尤其电子产业普遍是台湾接单海外生产，我们背光本业同样面临这样的状况。我们清楚知道，台湾的产业只有升级往高附加价值或是高技术整合的产品发展，才有机会继续经营。我们在洁净室里组装每一盏灯，并要求大家要重视每一个生产细节，更要对自己生产的品质负责。对我们来说，做一盏灯并不只是工作，而是灯里包含了我们的热情和用心。我们从研发到生产，都经过层层的测试把关，从材料到出货，每一道都是使用专业的仪器检查，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公司除了自主掌握专业的研发、生产及检验设备，更拥有在灯具业界少见的完善生产追溯系统。通过检查后的灯具，每一盏都会贴上唯一的身份条码，确保产品可以清楚地被追踪，确实保障每个使用者。桃园机场在2015年初有一波的空桥套换工程，本案是规划在空桥的箱体内要必须安装节能的产品，那因此我们空桥设计部门决定重新设计我们室内照明，采用最新的 LED 平板灯。经过我们这一次更换全新的 LED 平板灯产品之后，我们发现我大大的提升我们空桥室内箱体的明亮度以及其整体的外观品质。很高兴这次有 MIT 厂商的加入，一起为我们绿色机场形象加分。也正因为舒适、高质感、高稳定性的产品特性，不只是一些大型厂办、学校、医疗院所，就连我们的国家门面桃园国际机场空桥也是采用 LED 平板灯打造绿色机场，向出入台湾的国际旅客们展示真正的台湾之光。所以我们将台湾工厂全面转型，深耕照明品牌，一方面弥补背光外移的空缺，一方面更希望为台湾留下永续发展的可能。